We have made bad decisions that have impacted our family. Spiritually, you may be a shipwreck right now. You have turned away from God. Who is the one who's going to restore you? God's grace is that it is He Himself that restores us when we fall. It is He Himself that picks up the broken pieces in our lives.这是善终系列的最后一篇信息。还记得上周讲的是要想善终，你必须有信心，你要相信，无论如何要相信神的应许。我们看了亚伯拉罕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为要善终要不断成长。你们能和我一起说吗？不断成长，在生活的每个方面都要不断成长。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看使徒彼得，我很喜欢他的生平，因为我可以和他共鸣。你们有多少人在生命中有过失败，可能在学校考试不及格，可能挂了一门课，可能一整年都没有过关？我昨天遇到一个人，他说自己花了9年的时间完成大学学业，因为他不断挂科，因为他不去上学，他不去上课。 有多少人在事业上失败过呢？你努力工作要升职，但你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就没有得到升职，或是失去了工作。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滋味儿，不是吗？有多少人在事业上失败，或是现在你的生意都是失败的？你们知道吗？关于失败， 最痛苦的事情之一，不是关于体育或是学习的，而是在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关系上。当你感到自己失败了，是非常艰难的。今天借着彼得的生命，我对你有很大的期盼。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看到彼得有过高山和低谷，但彼得有好的结局，他不断成长。我想从路加福音5章开始，这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经文。 因为就像我说的，彼得代表了我们。今天你在这间教会，或者在线上听，你会听到关于耶稣的事，就像彼得一样。这不是你第一次听到耶稣，但彼得在旅途中，彼得看到耶稣医治了他的岳母。彼得透过安德烈认识了耶稣，但在与耶稣相遇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来看看在彼得身上所发生的。这是我们今天为所有人的祷告，愿我们和耶稣 建立关系，就像彼得一样，我们一起来读。耶稣站在格林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对那些去过上帝的人，这就是加利利海。他站在这里，他见有2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 打了一夜的鱼后，船只回来了。他们在岸边，耶稣看见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你觉得为什么耶稣要上船呢？圣经说，因为众人拥挤他，对吗？你可以想象。 耶稣站在这里，你们所有人都试图拥挤他。耶稣需要往后退一点，他需要上船，好让他能对每个人听的人讲话。这正是他请彼得做的。彼得照做了。讲完了，在他对百姓讲完之后，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他说：“来吧，彼得，我们去打鱼。”渔夫是谁？彼得是渔夫。耶稣的职业 是什么？木匠，一个木匠告诉渔夫该做什么。彼得怎么说的呢？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就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彼得当他听从耶稣，就经历了一个奇妙的神迹。我希望你们想象一下，你的职业是渔夫。 这是你的事业，你出去整夜都没打着鱼，突然之间所有的鱼都在网里蹦跳，你会激动吗？当然，
这趟是值得的，对吗？我听从耶稣，一会儿就有这么多鱼，鱼非常多，他们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彼得的心里发生了什么？在某种程度上，神使用神迹在彼得内心深处在说话。彼得认出来，这不是个普通人，我是个渔夫，我知道该发生什么，但不知怎的，当我跟随耶稣，我经历了这个神迹。当你看到耶稣真正的身份时，会帮助你真正的认识自己。彼得的生命到了一个程度，他说，我是个罪人。看看耶稣的回答，他和一切同在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在这个故事中，彼得是否降服于耶稣呢？他降服了，你怎么知道呢？看看下一句话，要记住，这是他的事业。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非常有意思，因为虽然彼得遇见了耶稣，也经历了很多事情。彼得经历过什么神迹呢？你们还记得彼得在水面上行走吗？还记得吗？他是唯一一个下船的门徒，他走在水面上。我不读这些经文了，我只是给你们看一下，彼得还做过什么事呢？彼得认出了耶稣的身份。圣经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当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出现了，彼得也在那里。但你们知道，彼得也有低谷。当你将生命交给耶稣，开始与他同行，你会经历高山也有低谷。彼得经历哪些低谷呢？彼得实际上被耶稣斥责过，有时彼得说话好像神的灵真的与他同在一样。耶稣说，你不是凭自己说的。但还有时候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你们知道彼得最大一次失败是在什么时候吗？是在他和耶稣建立关系之初吗？不是的，而是在最后的时候。他已经跟随耶稣3年之久，当你我在与基督的关系上成熟的时候，我们应该变得更刚强，对吗？但有没有可能，在你和耶稣的关系建立的越久，你可能不像之前那样紧密的跟随耶稣呢？有没有可能不如你最开始相信的时候，耶稣的时候，那么爱耶稣呢？有没有可能不像之前那样完全的顺服耶稣呢？答案是可能的，这是有可能的。这就是发生在彼得身上的事。彼得否认耶稣多少次呢？3次。我从科林·史密斯身上明白这一点，罪总是有两部分，你有罪任性的部分。什么是任性呢？你正开车沿着然后有人占你的道，你控制不住脾气骂了一句脏话，你是猝不及防的。或者你看见一张海报，一张图片抓住了你的兴趣，你开始产生欲望，或是你在互联网上有东西跳出来，你点击了，这就是任性的一面。但罪也有意愿的一面。是谁点击的呢？你做了点击的决定，对吗？有意思的是，最开始最可能是任性的，你一时软弱猝不及防。但不知怎的，我们回到了罪上，任性变成了意愿。看看彼得第一次否认耶稣的时候，也许他是猝不及防，对吗？他有点震惊，他说了什么呢？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他第二次否认耶稣，在72节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他在之前所说的话上又添加了东西，他说我不认得这个人。他跟彼得第三次否认耶稣，74节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等等等等等等等，你们觉得很有趣，我不认得这个人，对吗？当我听柯林·史密斯的信息时，他说在任性变成意愿之前，我们要悔改。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你要从你的失败中成长。我们来试着明白在彼得身上所发生的，要记得失败不是最终结果，这是个谎言。你是个失败者，这是个谎言，这并不是你的命运。在基督里，你的命运是得胜，你的命运是新生命，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耶稣里有得胜。我们来看约翰福音，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彼得有愿意的心，愿意的心是灵性成熟的标志。但耶稣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彼得是如何从失败中学习的呢？我们要明白彼得的挣扎是什么，是骄傲。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跌倒，因为经上记的时候，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灵性骄傲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彼得说了什么？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在你感到自己比别人更刚强更好的时候，在你感到自己比别人更刚强更好的时候，这就是骄傲的标志。你看看周围，心里想，我服侍的更多，我付出的更多，我知道的更多，我比旁边的人更好，比那边的那个人更好，这就是骄傲。还有什么标志呢？耶稣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在耶稣来的上百年前，就是圣经的预言。耶稣说，你们都要跌倒。在你听到耶稣的信息的那一刻，耶稣的话语是对其他人说的，就像今天你可能坐在这里说，哦，这是很好的信息，他讲的是骄傲，这对我旁边的人是很好的信息，或者是对我爸爸，对我女儿，儿子，朋友是很好的信息。在你为其他人听耶稣的信息的那一刻，这已经是骄傲的标志了。骄傲的另一个标志是，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都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耶稣怎么说呢？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在你我不再祷告的时候，你越觉得我不需要祷告，我很好的时候，也许你不会这么说，但你看看自己的生活。我若看看自己的生活，我花了多长时间祷告呢？如果我不祷告，虽然我没有说出来，但我相信骄傲有哪三个标志？第一，你觉得自己比他人更刚强更好；第二，你为他人听耶稣的话；第三，你不再需要祷告。彼得跌倒了，我们所有的人，如果我们有同样的心态，我们也会跌倒。所以你需要从错误中成长。彼得有从错误中成长吗？我们来看看，不断成长的第二点是需要在谦卑中成长。为什么在谦卑中成长呢？你若是骄傲的，你还会成长吗？不会，因为你觉得自己拥有一切，没有可进步的空间。有人说过，不是吗？最大的房间是什么？不是这个大堂，而是可进步的空间。这对每个人都是真的。但你若看不清自己到底如何，看不到自己
不断成长的需要，你不会成长的，因为你知道一切。那我们来看看彼得学到了什么没有，他从错误中学习吗？他学习了。我们如何知道的呢？他写了这封信，他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请和我一起读，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在神大能的手下谦卑自己，好让神在适合的时候使你升高。谦卑的一个证据是什么？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昨天我遇见了一个人，昨天我见了很多人，因为我昨天在运动营和很多的志愿者说话。这个人被确诊为双向感情障碍，他情绪低落，焦虑不安，服用药物。在灵修中他给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是如何达到这一步，他不喜欢药物对他的身体和他的精神状态所造成的影响，但他在神面前谦卑自己，他把所有的忧虑卸给耶稣。我说你能讲更多的细节吗？他是怎么做的？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在与焦虑和抑郁做斗争，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做的。长话短说，他不再吃药了，他为神而大发热心。他说他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开始服侍神，爱神，服侍神。他是运动营的一个志愿者，他对那里的孩子们的生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需要在谦卑中成长，彼得学到了。我们怎么知道他学到了呢？不只是因为他写了这句话，每个人都可以这么说，不是吗？你可以说，但不代表你学到了。看看彼得的生命，在加拉太书，保罗写了加拉太书，后来基法彼得带了安提啊，保罗说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来的味道以前和外邦人一起吃饭，急着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这里发生了什么？彼得不再分犹太人希腊人，不再分外邦人，我们乃是一体的，在基督里我们都是一体的，种族不能使我们分开，对吗？男性女性我们是一体的，在基督里有合一。但不知怎么的，彼得和那些回到律法主义的人在一起，他陷入到其中，所以保罗要纠正彼得。结果呢，其余的犹太人也都跟着他，随着他装甲，彼得的榜样带领其他人都装甲，甚至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今天你需要直接，对吗？在运动营我们讲了神的创造，神创造我们是人类，他给我们身份，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神的儿女，他给我们性别，我们要么是男性要么是女性。神设计了性，性在婚姻里是美好的，他为婚姻创造了性。就这些事，今天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我们需要讲真理。这就是保罗在彼得的生命中所做的。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这类问题就是律法主义，和今天的不同却是一样的原则。我们怎么知道彼得学了他的功课呢？我们怎么知道彼得在谦卑中成长了呢？看看他在彼得后书最后写的话，彼得后书三章十四到十六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他怎么称呼保罗的？那个自以为义属灵恩赐是批评指正的那个人，还记得那个保罗吗？不是，他没有这么说，他说是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
抬举保罗。在下一节经文中，他讲保罗的信是多么的好。有时候彼得说他很难明白，但这不是挖苦保罗，而是肯定保罗。彼得学会了接受指正，彼得有圣灵，没有圣灵就不能在谦卑中成长，这是超自然的。圣灵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今天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我要善终，不断成长。我们要从错误中成长，我们要在谦卑中成长。最后一点，我们要靠神的恩典成长。回到彼得的故事上，彼得否认耶稣，耶稣被钉十字架被埋葬。我们知道他复活了，因为他向门徒显现。当耶稣再次遇到彼得时，耶稣做了什么？耶稣有提及彼得的失败吗？没有，他没有提。耶稣显示了恩典。当我们和伤害过我们的人在一起时，我们是感恩还是立马就指出他们生活中我们所不喜欢的点呢？我们可以从耶稣身上学到一两点。当耶稣第一次遇见门徒时，耶稣的反应是什么？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都关了。门关了是因为门徒害怕犹太人而躲藏起来。他们害怕犹太人。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他说了什么？愿你们平安。Shalom。Shalom 就是神对我们的世界的完美设计，是对你应该的样子的完美设计。Shalom， 愿你们平安。耶稣能这么说，是因为这和他死在十字架上有关联，成了是的。我们生活在破碎的世界，但因为耶稣所做的，他来说愿你们平安。他对你问过多少次的平安？圣经说，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他们很开心。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他在给他们任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彼得否认了耶稣多少次呢？三次。耶稣说了多少次愿你们平安？三次。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什么？神的恩典是在我们跌倒的时候，他亲自恢复我们，他亲自拾起我们生活中的碎片。我们做了影响家庭的糟糕的决定。从灵性上讲，你可能现在是一艘沉船，你离开了神，谁来恢复你呢？请和我一起说，是谁？耶稣。我们怎么知道的呢？看看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十节所说的。彼得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耶稣今天使用人，他使用人去鼓励他人，但实际上是耶稣在那人身上做工。在运动营有一个人，我们谈论他与神同行的旅程。他提醒我，在他生命中有一段时间，他已经戒毒很多年了，但在疫情的时候，事情是如此的艰难，他又复吸了。我们过去一起徒步，我不记得所有的细节了，他提醒我，我们一起在他徒步，在徒步的过程中，他向我和其他一起徒步的人敞开，神使用那个时期使他回心转意。他开始对妻子坦诚，他妻子原谅了他，他们二人和女儿都在运动营，他们现在在运动营服侍神。他妻子说，这个人每天与神同行，我深深地尊重这个人。
听到他生命中所发生的事是非常鼓励人的。神恢复他，是谁恢复他的呢？不是那个和他一起在塔纳徒步的人，神使用那些人，但却是耶稣恢复他的。谁要恢复你呢？是耶稣。我们从开始的地方结束，我们是从加利利海开始的。还记得那时彼得遇见的神迹吗？他整夜都没有打着鱼。耶稣说把网撒在另一边。现在我们也在加利利海结束。有些神学家认为这可能正是彼得那次遇见耶稣的地方，也是他将生命降服于耶稣的地方。但这次彼得和门徒们正在打鱼，他们再次去打鱼了，同样的还是没有打着。岸边有人说，嘿，朋友们，把网撒在另一边。然后他们把网撒在另一边，突然之间再次有很多的鱼。然后彼得说，我记得这事。他说那是耶稣。他脱下衣服跳进水里，游到岸边，非常确定就是耶稣。耶稣在那里亲自恢复彼得。他们和其他门徒一起吃早餐，吃完早餐之后，耶稣把彼得带到一边，和彼得有了这次的对话。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希腊文单词是 agape， 最高标准的爱，无条件的爱。神对我们的爱是 agape 的爱。耶稣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弟兄间的爱也是爱，但不是无条件的爱。你知道我爱你。彼得学到了他的功课，他没有说，主啊，是的，我最爱你，我比其他的门徒都爱你，我就是那个人。没有，彼得需要学习这个功课。他若不谦卑，耶稣怎么能把羊群交托给彼得呢？骄傲的人会毁坏羊群，谦卑的人能带领牧养羊群。然后他又问了一遍，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耶稣说的是阿嘎培的爱。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这一次耶稣改变用词，耶稣说，你爱我吗？兄弟之爱就像你告诉我的那样。耶稣知道答案。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你可以阅读很多的释经书，他们对此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我要强调的重点是，耶稣到那里不只是要恢复彼得，而是要任命彼得。耶稣在说，你想要被我使用，必须爱我。你可能没有 agape 的爱，但我们都应该有对彼此的那种爱。无论你现在的爱是什么样的，我都接受。你爱我，我知道你爱我，这很有意思。因为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你注意到什么没有？羊是谁的？谁的羊？是彼得的羊吗？不是。有多少人是小组领袖？请你们举手，或参与小组的，你是小组领袖或小组成员，请举手。还有很多人没有参加小组，没有带领。我的祷告是，愿你们明白神的恩典。你会明白神的恩典的，就像在彼得身上做的一样。引领你爱神，让你为神而活。神任命了彼得，这不是唯一一次委托他记得吗？大使命。 CCF 的宗旨的经文是什么？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耶稣给门徒们使命，但是这是个人的使命。我希望在我们结束休息的时候，信息是什么？不断成长，从失败中成长，在谦卑中成长，在神的恩典中成长。在神的恩典中成长的一部分就是过回应神的生活，服侍他。最后一节经文，彼得后书，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这是我们背诵经文，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当你过这样的生活，就带给神荣耀和尊贵。还有最后一处经文，马太福音，主人说，好，你的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就是今天的信息，要有善终，你要从失败中成长，在谦卑中成长，靠着神的恩典成长。彼得是否有好的结局呢？他有，就是耶稣和彼得谈话的同时，后面几节讲到彼得将来的死，耶稣告诉彼得，你跟从我吧，但彼得选择不和耶稣以同样的方式钉十字架，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和耶稣以同样的方式受死，但是倒立钉十字架。这就像耶稣在告诉他，你否认了我三次，但你看我在给你使命，在这石头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你就是那个人，你要为我而死。耶稣给彼得的是有能力的话语。我想要鼓励你们，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多人都跌倒离开神的世界，但我相信你若接受神的恩典，让他来改变你，你会有好的结局，不断的长进。我们来低头祷告。主耶稣，为彼得的生命而感谢你。主啊，在我们闭着眼睛低头祷告的时候，主啊，我不禁想起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生命，我说不久，因为我们都可以随时去。当我想到不久的未来，我知道时候会到，那时我们所有人都要站在你的宝座前。现在我希望你们所有听这篇信息的人，无论你在哪里，请闭上眼睛，想一想你正站在神的宝座前。就是这样，你地上的生活结束了，现在你和耶稣面对面。他现在会对你说什么？假如我们现在都死了，都在耶稣跟前，他会对你说什么？他会说，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更多的事交托你吗？也许你一想到站在耶稣的宝座前就恐惧战惊，若是的话，记住耶稣对彼得说的话，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若你的生命处在这样的阶段，你害怕见你的创造者，因为还有事情你没有降服于神，耶稣不是你的主和救主，那我希望你们能和我一起做这个祷告。这个祷告是，主啊，想到和你面对面，我很惧怕，我以自己的方式生活，主啊，我听说过你，我知道你，但你不是我的主，就像彼得一样。主啊，我知道你的身份，知道你是多么的有恩赐有能力，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死，在我生命的这个时刻，我在你面前谦卑自己，打开我的心门，接受耶稣进到我的生命中，做我的主，我的主人，我的救主，就像卡罗在你面前谦卑自己一样，我也要如此。耶稣，感谢你进入我的心，赦免我所有的罪，应许赐我永生，我不再害怕。主啊，求你使我成为得人的渔夫，因为这是你创造我的目的。主啊，对我们其他知道要永远和你在一起的人，
因为我们生命中有你，也许就像彼得一样，主啊，我们没有之前跟随的那么紧密，我们跟随你没有那么完全，我们让罪进入生命中，我们必须重新站起来，主啊，我们要不断长进。所以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经历什么，我希望你现在和我一起祷告，主啊，你知道我的心，你知道我所遭遇的失败，无论是属灵的失败，家庭里的失败，工作上的失败，父啊，感谢你，你是恢复者，是你赐给我能力，是你的恩典，使我能够回到你面前，再次忠心的与你同行。所以我再次将生命交给你，主啊，我曾犯过的一切错误，主啊，求你帮助我继续长进，感谢你，是你带我到终点。主耶稣，我期待那一天，我们所有人都听到，好，你的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感谢你耶稣，我们爱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朋友们，在你们走之前报告一下，下一周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新系列是关于如何处理危机的，我父亲会启动这个系列，请带你的朋友们一起来，我们会看看圣经中问题最多的教会哥林多教会，那将是我们继续成长的好机会，愿神祝福大家不断成长。